你的图。那应该很容易在里面，很容易在里面。放大了。很容易做蝌蚪。好，你过来。应该在后面，在动作后面。在后面。小小黑豆卷卷牛，细长尾巴圆圆猫是什么呀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是蝌蚪。蝌蚪的妈妈是青蛙。那现在我们跟蝌蚪去找妈妈吧。春天来了，池塘里的冰融化了，青蛙妈妈睡了一个冬天，也醒来了。青蛙妈妈跳去池塘里，在水草下产下了黑黑圆圆的娃。春风吹着，阳光照着，青蛙妈妈的卵变成大脑袋，长尾巴的小蝌蚪，它们在水里自由自在的玩耍，非常快活。小哥。这时鸭妈妈带着小鸭子到池塘戏水，
青蛙妈妈坐在荷叶上唱着歌，便游了过去。请问你见过我们的妈妈吗？我们的妈妈长成什么样子了呀？孩子，我就是你们的妈妈。Thank you, Kate.